浙江队黄慧丹高低杠。冰涛360，分正涛后跃至高杠，帕克去到低杠，分正涛，分正涛后摆，转体180至高杠，冰涛180，连接加0.2，一组的转体。在前面有选手出现失误之后，后面的两位选手比的都很好，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。他直接的是一个并腿的叶格尔，翼翼的连接加0.2，在高低杠上地翼就能加0.2，只要当中有一个是飞行，那么翼的话也是加0.2，但是它有两个翼组可以计入最高难度。没想开就过。